好的，悟空老师，好的，好好好。哎呀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导师不带净化了，这把的净化没啥用啊。他妈打的是天使。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要么打，要么跑。只是现在，我不会退缩。没看打什么呀？忘看了。印证已经没了，印证马上来呀，礼拜二就有了。小印证有什么用？我现在印证一个世界首富，他的也都能给我印证，不就是一个标签吗？那斗鱼自己印证的有什么用？我先让他给我写个世界首富，他也能给我写。没啥用。虚空中第一法，嘿，我便不会再这样。我一下，哎呀，真要摸一下，要摸一下就一下。动起来的目标才能活得更久。First blood. Hey. 没想到吧？保持警惕，奋不顾身。我的一个不漏是有目的。丢了啊！换路了。亚索不崩了吗？有人看到我就会吓得后退，可是在这身躯壳下，他们知道我跟他们其实一样。原来的海妖。是为了狩猎而来的，但留下来是因为森林。耶！为了我上路兵线，我回来了，也变强了。这个地方，我必须出手拯救。哎，我真往这边吹呀！哼，打不过，他奶奶的！这玩意儿有点难打。这玩意儿还有风墙，不是那么很好打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去中，我去中，换换换换换换。
那波我输。玩累的跟玩换线儿。哎，这没打着这 W。好，玩不起，继续，谁也别玩。地方这么美，怎么能让虚空糟蹋了？你回去，接力接力。接力接力。接力啊接力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喜欢这 enemy has been slain. 接力接力，生长，还要进食。要是吃的不够，是不是就要轮到我了？哎，算了，不鸡巴接了，真烦呐！换来换去的，真讨厌呐！你是盖伦，你就挂机；不是那人家换，我们家不换，你干啥挂机？生存是我们都有的。会改变这个世界。你看那盖伦他也不好打，跟他们呢这就得换。你是觉得你无敌了是吗？我们无敌。这是我这个净化带的就没用，不如带一手虚弱。上啊，跟你上我可能我也得死。是为了那些回不来的人。这皎月是觉得自己无敌了是吗？啊，你是觉得你无敌了是吗？你被你狂的，跟我面前
我放过你两三回了。我给过你啊，你是觉得你无敌了是吗？怎么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无敌了呢？26不够啊，这身皮肤的狩猎风格是我决定的。Wow.闪现了咋没出来呢？闪现也摁了，净化也摁了，但是都没出来，是什么原因？哎，稀巴啦！站稳了，狠狠的打。我这玩意儿打亚索是真难打呀。打他主要是看有没有小兵，有小兵就不好打。我操！飞也没飞出来。万闪按净化。按什么也没用了，我没飞出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失误。不跟他打了，他妈的，换个人，叫螳螂过来治他。这玩意儿不好打，不能打。
哎呦我操！哎，漂亮！能有隐身就好。危险很真切，恐惧只是幻觉。没人啊！哎呦，我操，这么吓人！给我了吧！今天是收获的好日，很好。亚索没有封墙了，好克，好一，生存意味着永不止歇，虚空也明白这个道理。来个绿草。哎，上上上上上，可以上了。给我了吧。小德莱文咋的了？利用他们的弱点。
怎么办？相信自己，卡莎，要对自己说，你可以活下去，会有机会的。给你牛的，打下还敢这么玩？这是我们家防御塔。你们就在中路打啊，千万别回家，艾伦推上我推下。咋的呀这天使啊，这天使咋的呀？打个大龙吧，你看我们打大龙之前你惩戒个野怪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没见过钱是吧？出个青雨没问题吧？再来个啥呢？再来个暴击的吧。动起来的目标才能活得更久。这身皮肤的狩猎风格是我决定的。乌纳斯升级 W 没啥用，要那点 AP 有什么用呢？又叫
把他杀了。这么帅吗？还行吧。